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一只猪，嗯，嗯。一个刀别补，真的。就这拉扯，兄弟，我都玩死你，我能玩死你，你信吗？好，少两个兵经验啊。你跳我脸还不得我依你一下呢。我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哎，我发现我脑子好像有点问题。我每次都是武器 EQ 我，然后我自己 E 一下再开 W， 我先 W 再 E 不就行了吗？我先 W 再 E， 我不就能追上他了吗？No， 拉扯不到位，小朋友，三刀，我跟你们说，就这种选手啊，还不服，我跟他打了三把，第一把玩 Team 炸了，他躺赢第一把，第二把玩石头人又炸了，我们家包女赶了他两波，跟我来了一句。爹来，你说你有啥不服的，兄弟？就玩成这个批样，哎呦我天哪，也不服，也不知道不服什么玩呢。那跟我对个线，说句实话，我都抬举你，真的，兄弟。一把多蓝，两把长剑，我们完美的吃下这一波兵啊！哟。这边卡兵线有点瑕疵，不过瑕疵不大。啊，跑中路收兵去了。剩下的队友们啊，靠你们了。人咋没了呢？杀这种选手不要着急啊，指定这就是塔下战神，越急越晚，就不急，慢慢耗他，一点一点消磨他，知道吧？哎，一点一点的把他给消磨干净。消磨他的心智，回家这波
下波出来把他杀了。嗯，625刚好。下波我要杀人了，注意看啊，点眼好了，该他死的时候了。如果他敢上来跟我打，说明刀锋来了。如果他不跟我上来打，说明后边没人，记住啊。吃的塔皮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不了你？啊！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不了你？你干嘛呢？哎，这种意也敢开的？我说你咋还追呢？你不要命了是吧？小兵给我 A 死他，死不战，人有点多呀，给我推一走。武器来了，小心点。扎克在哪里？别给武器起来了啊！告诉你们俩，还追呀？哎，他还敢出提亚马特呢？你要出提亚马特，你推线你更玩不了，你线都得让我控死，你还敢出提亚马特？兄弟，像这种我跟你们说，武器大师打猴必须第一件装备啥？三项。去修炼了几年，再来找俺老孙吧。有血量，有攻击力，有攻速，也可以推线快，也不太脆，伤害也高。你出个破败，脆的要死。你说，带个点盐，你有血来吸吗？你有那个血量吗？你没有血量啊。这人上哪去了？小龙没有。哎，我刚想去看峡谷先锋呢，我操了，让他给偷了。
这偷了峡谷有点难受了。我刚才要是去，他打不下来。这人上哪去了？人怎么不见了呢？他去哪里去了？他传回来呀、啊？下波出来把塔拆了，出个黑街。不震，这其实没啥意义。你就不应该来帮我，没有意义，就应该一直帮下路。这下路吧是人头爆发点，尤其是到刀锋也乐意去下。大师是不是头有点炸？我感觉他为啥上来跟我拼？不过这人我跟你们说运气特别好，每回他爆炸他队友都特别狠，他属于运气特别好的那种。来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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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一共碰了他三把，躺了两把，这是第三把。五秒钟之内，他们人不出现在小龙，我就去上。我就发现了啊，这就一步看着就能打起来，一看着就打不起来。不知道咋回事儿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来，锤石这玩意儿呢确实挺令人难受哈、啊、这闪现一半没距离呢，怎么能就杀一个吗？杀一个不赚呢。岩雀我感觉怎么要死呢？哟，牛逼！你这一波可是上当了。
nice 啊！往前追。不抓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没必要。咱们控制不算那么特别足，把峡谷拿了。我回家出来，然后把峡谷拿下。这把可以出破败，因为单挑英雄比较多。白胜可以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可以打，上路收线，我们马上死亡之舞。再来一波。我这位置回家有点危险呢。再赶呢，稍等一会儿，跑得有点慢，还没到20分钟呢，稍微跑得有点慢呢，不行给了，不行就给了，我没招啊，我跑得慢呢，龙王跑得快呀、啊。钉有没有？来个钉，来个闪。nice 啊，武器大师呢，大龙，为什么你的武器一点用都没有啊？啊，真的为什么一点用都没有啊？我不能理解。有用啊，给你养起来了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